Hello， 大家。天，一般是小朋友坐这個车啊，都是很开心的。对，它很沉重，坐得很沉重。就感觉脚步越来越沉重了。今天呢，妮妮，我们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了。就是呢，因为又到了一个月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打这个流感疫苗？我以为他之前以前有打过流感，下个月再打一次，下个月再打一次。你兴奋吗？应该兴奋。说一句实话，会不会紧张啊？会。加油！表情变得沉重，你今天开场都不笑的。这感觉脚步越来越沉重了，明显感觉到。叮当也爬过。现在准备前往给你打预防针的时候，妮妮你会紧张吗？因为我会紧张吗？我觉得你不会。小孩子绝对不会紧张。对，我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喂，不紧张。你如果再想好紧张，你就不要打了。好紧张。如果你再想好紧张，你就没人资格打。好紧张。那你就不准打了。好。好。我叫你深呼吸的时候，你要深呼吸。虽然你打预防针，我没有办法陪你打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感同身受。我决定，因为我也很怕就是打针，所以我决定去捐血。捐血不但可以救人，还可以跟你感同身受。就像我，就算是我陪你一起去打针，好不好？我先去。然后给你勇气，然后再换。哇，宝宝很厉害耶！其实宝宝也非常害怕捐血。我超怕。他从小到大最害怕的是捐血，打针。对。没关系的，我打就好了，我打就好了。来，姐，我陪你啊，我给你勇气啦，好不好？说到就做到啦。其实捐血除了我可以陪伴你之外，然后你看着我如何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，再换你去打预防针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做到吗？可以做到吗？因为呢，我们刚从曼谷回来，他说曼谷回来一个月内呢是不能捐血，因为有一些疫情的问题。为了用血的安全，我们就下个月再捐。下个月妈妈会帮你去洗澡。好，等一下，妈妈不用打，打这样子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下个月宝宝去捐血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要扶着我，往里面刺就对了，怕你找不到血管。我去外面吐。如果血管找不到，你就多插几针没关系。操啊！你那表情很夸张，只是消毒而已，好不好？你表情很丑啊。哦，这针蛮粗的，超粗。要开始了吗？对 ，Hello， 大家。今天为什么这个开场？很错哎！勇气就长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请大家下载我的新歌。我会继续在这里，在你虚后。啊，没录到。好痛！睡觉。没有啦，有。现在应该开始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开始了。说吗？痛，呀，那我问你个，不舒服吗？什么叫说不舒服？痛算不舒服吗？我感觉血很快。不要紧张。没事，休息一下，躺着休息一下。啊？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你等一下就习惯了。你知道那一只管多粗吗？这么粗？你要跟我说，等一下还要拔出来。那你不要拿出来带回去。对，先让他带就好了，因为他怕拔出来。我们往回看好不好？你刚刚不是说缺血很帅的冲进来，然后现在是什么表情？缺血，缺血，就是捐血人，就是我啦，缺血人是捐血人，帅一个。
整个坐立难安。那我大动作的话，碰碰那个针。啊，你不要再大动作。继续选男团。拔出来最痛。很好啦，助老成功了，好棒哦！拍手，休息一下，成功，谢谢你们。现在手不能动，再怎么动？手不能动。我已经完成了捐血这个动作。你为什么现在捐血？不是因为你要打预防针，而是我陪你打针，这观念错误。我是为了要告诉你，连我这么害怕捐血的人都敢来捐血救人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的勇气，希望你可以了解这个勇气的真理，好吗？好了，爸爸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。我会一直在这里，等你需要我的时候。我会一直爱着你。老公，先走。来，走。你手一点点啊！我手，我怎么没感觉？麻痹啊！Go。小姐，不好意思。扫厕所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有捐血吗？我扒厕所证。那帽子是我的，小姐不好意思。没有捐血，不要戴这个帽子好不好？小姐。